近日某旅行真人秀节目在浙江湖州录制，有网友在街头偶遇到谢娜、英才儿、颖儿三个人一同参与节目的录制。照片中谢娜身着粉色格子连衣裙，戴着粉色墨镜，活力十足，英才儿扎着麻花辫，戴着墨镜霸气外露，颖儿白 T 短裤也戴着墨镜青春靓丽，三人有说有笑的一同行走在街边。谢娜戴着墨镜伸出手，应该是节目的某个环节中做出的动作。看见路人的拍摄，谢娜面露微笑，伸出手对着镜头比威。谢娜与英才儿二人在照片中都举起着手，貌似是在讨论什么。7月8号有网友去看《我不是药神》这部电影时，偶遇到了张杰和谢娜夫妇。此外，此位网友还抛出两张拍到的张杰和谢娜的背影照。从网友抛出的照片中不难发现，这确实是杰哥和娜姐，两人应该坐在影院内正等待影片开播。而值得一提的是，张杰谢娜如今结婚青年，并且已经当上了爸爸，但两人却依旧很甜蜜。网友纷纷留言表示羡慕杰哥娜姐的爱情，这才是嫁给爱情的样子，羡慕娜娜。